Smile, though your heart is aching. Smile.系天罗地网啊，开麦啦！咁啊，都系咩嘢汇报下？汇报就嗰个禅安息班同埋木方班咧，喺十月中旬到咧就会开放。嗯。咁啊，要报名嘅咧就尽快啦。我哋尽量做啦。有好多同学都好努力学习。木方班的又幫到佢屋企嗰啲人，有啲保健啊，又效果都唔錯。但最重要嗰啲時空識班同學咧，就我哋最近因為早兩集咧就調整咗，因為個繁華世界咧，佢整咗遊戲俾你玩啊，個個都有卡數啦，又要供樓會啦。如果二世祖唔使。擔心衣食嗰啲咧，佢又怪咗去溝香港小姐啊，溝 model 啦，溝啲小明星啦，就好差忙嘅，即係有錢嘅又忙，如果你話冇錢嘅咧又未甩到身，咁咧就話咧你好難行上嗰個菩提路上去修行，咁啊唯有咧降低嗰個 key 就教啲人揾食，但揾食都唔容易喎，做個普通人你。個標準好低喎！你回顧翻自己一生人，唔好話日日啦嚇，日日咧嗰個好奢侈嘅。你每一個月真係食到一餐好安樂嘅茶飯，同埋好舒服嘅飯，瞓一個好深沉嘅覺，做一次好有質感嘅性愛行為，有質感嘅。都難嘅你，好普通飲，完全冇要求。食一餐好開心、好舒服、好認為好愉快嘅飯，即係話食到一個食到一碗安樂茶飯，瞓一個安樂嘅覺，啊，做一個好快樂嘅愛，屌你都難。普通人咋，唔好講第二樣，普通人咁你做普通人啦，都難。點解咁難呢？就話睇到咧，就話你嘅福報咧係冇嘅，連人嘅福報啊，即係上天俾你噶嘛。大家食餐飯，你可以食得好安樂噶嘛。但係而家佢 set 到咧一點鐘食飯，如果你一出街啊喺中環啊冇位，留到位行到去幾分鐘啦，當你好近都行幾分鐘啦。坐低叫嘢坐啲，兩點鐘開工。如果做金融市場做撲街，即係要買飯盒喺度食，因為你食一餐好嘅飯好難，係咪難啊？原來好奢侈嘅，好奢侈嘅，係好奢侈。好話瞓一覺好覺又難，聽日要 call 客，聽日要公司開會，啊，琴日有啲嘢未做曬，唔知點埋尾。如果爭得卡數都仲大鑊，係嘛？所以咁咧就代表咗個現象咧，就話你個人咧係冇福氣，一世俗人嘅福氣係少嘅。好啦，有啲咧佢 hea 又點咧？但都冇福氣喎，佢瞓唔到覺喎。我哋有個今日掟咗個畫面出去，我哋有個網友擺喺天羅地網，100年前瞓喺度，瞓喺度鴉片煙。而家一百年攬住個手機，一百年咧，佢又係瞓喺度，個姿勢一樣，就攬住個手機，都係毒品嚟嘅。一個中鴉片煙毒，傷害身體；一個中手機毒，又傷害個大腦神經，傷害個視覺神經。咪大家盡量俾啲年輕人分享啊，係冇分別嘅，都係鬼佬嘢嚟喎，係咪啊？都係鬼佬印象嚟嘅。你嗰啲都係兩種毒品，你大唔大鑊？一樣吸毒，係嘛？呢樣仲麻煩啦，定性唔到係毒品啊！全球都食緊。但係全球嘅科學家，包括所有嘅知識分子，都係話咧，你打手機咧、打遊戲機啊，搞你咧傷害嘅。但佢又唔構成嗰個 criminal， 又唔可以禁止。咁呢樣先至大鑊。係咯，靠你自我節制喎。
咁啦，既然間將個世間嗰個 key 降低咧，希望啲我啲時空識班嘅同學咧，嗰、那個食好嗰碗飯咧，嗰、那個食嘅德相同埋食嘅食相，同埋個心態咧係一種行門嚟嘅，喺個修智慧嘅行門，同埋修嗰個隨欲止觀嘅行門。但因為我開始到由食嗰度咧，就冇講其他啦，最多講到嗰個性愛行為嘅背後嘅價值觀係一個神性，同埋亦都冇開個行門出嚟，啊，即係等於喺個瞓一個好覺。如果譬如話你知道嗰個睡夢嘅瑜伽咧，原來你瞓覺都可以修行嘅，但呢度我未講嘅。到將來有同學佢過咗第一關。用功用得好啦，咁啊有因緣咧，然後先再教佢哋一啲特別嘅。以前有一個故事講過咧，修外禪啦，但外禪同我哋呢個睡夢 yoga 咧係唔同嘅修法嚟。今日又鋪咗啲天台止觀個五緣具足嘅五種條件，就又俾大家分享。有一講衣食住行噶嘛，有點著衫啊點食嘢係要點樣心態，大家應該收到啊。重心路，但佢都冇開過行門喎，只係講嗰個隱藏嘅理論啫，但冇話點樣觀賞啲食物啊，點樣祝福佢啊，點樣嗰都冇。所以我就俾翻大家，希望啲同學咧有啲福氣，喺人生路上咧，去揾食咧都舒服啲，啊，就算你唔大富大貴，都有餐安樂茶飯食，唔使成日喺度患得患失。又驚自己唔靚啊，又驚身形走樣，又驚老細炒自己魷魚啊，又驚唔知公司幾時結束啊！特別而家中國做工作啲仲慘，裁員裁得好犀利啦嘛，啲工廠結束。希望喺人生路上咧少衝擊，嗰、那個好大力嘅。如果你做到有七日到廿一日咧，你開始有感覺，你感覺咧好似有一種圍繞你嘅力咧係鬆咗。我哋嗰個食嘅行門、飲食嘅行門有呢、這個有啊，你有呢個玄機喺度。大家可以如果有啲同學有呢啲咁嘅感應咧，就話翻俾組長聽，等我哋俾啲人分享。有啊，你睇即係你睇唔到一種負面嘅 energy 嗰啲波段咧，束縛你係點？但你會 feel 到。我哋今日晏晝咧就去阿黃旭敏嗰個生日會，我哋每個月都有兩個地方嘅，咁啊啱啱撞到佢，佢又有嚟，咁啊傾幾句偈，咁嚟發到一個現象咧，而家香港啲法律制定咧好論盡，佢會琴日咧喺立法會發表，咁啊嗰啲版權法，佢立法咧就以英文為主嘅。等由英文譯過嚟中文咧，係冇做到好工作。大鑊！一個法律條文咧，冇標點符號停頓，幾十個字一句話，屌你咩？都唔知有乜。甩咳！變咗你整啲法律咧，人都睇唔明。咁啊，證明咧嗰個法律改革委員會嗰啲咧，係咪好多人都係失職？特別律政司。如果你法律唔明咧，到你將來有咩啲人犯法咧，佢都唔知咁樣會犯法噶嘛？啊，咁啊涉及到早輪最近好 hit 嘅有個山板仔，嗰啲咁嘅豆丁官仔退咗休噶啦，完全冇影響力噶，夾埋香港一個我哋嗰陣時叫做國妖嘅嗰個人咧，叫國家嘅妖翼妖孽啊！嗰劉少佳咁啊，整咗檔叫做全國港澳研究會，咁有個姓陳嘅左耳陳，就話去嗰個咩啊？去嗰、那個殖民化，俾、人鬧到撲街。嗯，係喎，多謝你有條問題喎。係啊，嗱，但啲人鬧佢咧，我覺得有少少唔公道咯，淨係鬧佢。淨係鬧佢唔公道啊！應該成班一齊鬧。應該重點要鬧呢個劉少佳。嗱，呢度有幾個層次睇下。今日咧變咗個問題啦。點解呢個咁嘅三板仔，我叫三板衝炮艇啊嘛？
而家好多人走出嚟㗎，佢無官無職，乜都唔係㗎，佢剩翻個黨員身份嘅啫嘛。咁因為佢要搏撈咧，咁啊串謀呢個劉少佳唔知邊度攞到啲錢翻嚟啦。咁你中央你可以查佢啲錢何來，係嘛？整檔叫做大咗，叫做全國港澳研究，研究咗咁多年咧，研究呢啲咁嘅嘢出嚟，去殖民化，去話香港啲人去中國化。咁我咧就貼咗個題目。點解陳佐儀佢話香港冇依法咧去殖民化咧？好多人記者問佢依法，佢又冇答。如果佢冇咧，就唔會咁講嘅喎。佢梗係有啲根據噶嘛，話得你冇依法去殖民化。咁我就問啲網友啦，貼喺天涯地網，佢係依乜嘢法咧？喺心目中佢嘅法係乜嘢先？但冇人答到嘅都要。即係到而家冇人答到，咁啊開股啦！我希望自己都唔會答錯啊，因為我對嗰啲黨員嘅思維咧，比一般人應該熟嘅。但佢陳佐儀本身點啊答人唔到話依咩法咧？因為佢依嗰個法咧係好大嘅，模型咁大，超過咗國家法律，佢係黨嘅政策。黨的路線是他們的法，因為他是黨員，他自小的洗腦教育，他一切都是聽那個黨委或者書記的指示去做，他不會理你國家法律的，你明白嗎？因為中國的憲法就是共產黨領導全中國，共產黨執行立法，制定法律，人大委人大代表又是他委任的，因為共產黨的權力不是來自民間，是他自己自編、自導、自演。咁變咗佢陳佐儀是黨員，他自細受共產黨教育，變咗喺佢心目中咧，個黨咧係凌駕一切，黨就是神聖的法規嚟。咁而家突然間，我哋亦都睇到啦。佢今時今日咁講咧，就我哋應該睇到喺中國共產黨回歸前，佢應該有一班人就話回歸之後，我哋要點樣去定個香港政策咧？點樣去改造佢咧？佢表面上話敷衍你五十年不變，實際做緊好多動作，一路啲人落嚟啦，每日扮人啦，鬥都唔鬥得啦。他就為了有一個目的呢，要靠這班人呢，等於以前我們做的蒙古、新疆、西藏那樣。哦，遷些沒有蒙古人的蒙古，或者將來香港變成沒有香港人的香港。但他們沒有研究到呢，他到今時今日都失敗，在新疆失敗，在西藏失敗，就是說共產黨在中央定政策的人是沒有水平，又不懂檢討的，他又想將香港呢又用回這個這麼古老的思維去定政策，我接收了回來搞國民教育，搞洗腦教育，再派人來滲透入香港，每各行各業，是吧？你的人移民呢就有利，我一年派那麼多人來，一年十萬八萬，是吧？以前我們四五百萬人好而已，現在七百萬了，對嗎？這麼多年派來呢，最好這些人走了，那整個氣氛呢就變成這個局赤化，不是去中國化，是赤化，那他就穩定了，我聽那個黨的指揮彭旭咯，變成他陳佐儀在那麼早跟魯平一起，他那時做那個港澳辦的副主任嘛，後來做到常務副主任，在港澳辦那麼多年，他自己喝共產黨奶大的人，他已經早知道這個是中方的政策，變成他心目中呢，這個是黨的政策，黨的政策呢是凌駕一切的嘛，所以就說你香港沒有依法去殖民化。但他亦都忘記了一個歷史呢，香港從來都未曾有中國共產黨承認過殖民地嚟喎，
何來有殖民化呢？咁啊，如果你左耳仔認為佢殖民化咧，你講俾佢聽，如果你根據黨嘅指揮，嗱，梁振英係黨員，佢執行黨法、黨嘅政策，佢冇做好工作，啊，咁啊，董建華嗰陣時，佢又想去殖民化，要立過廿三條，咁啊唔使咁複雜喎，你可以。但呢啲咁嘅三板仔啦，我叫三板衝炮艇啦，佢當自己中央大員，佢冇資格講法噶嘛。佢求其揾個招牌，鬼五馬六，唔知掛喺邊個單位度，咁啊整個作大。咁你求其個名叫港澳研究會就得啦，點解要搞個全國啫？點解要全國？唔夠大嘛？即係個個省市都有個研究港澳研究會啊！咁啊研究咁多年，研究啲咁嘅衰嘢啊！我當你陳左耳啊！你話研究佢殖民化好簡單，唔使咁複雜噶嘛？你咪說服你老細、黨中央或者人大開會立條新嘅法，取消講英文。英文係英國噶嘛？咁你去咗英國殖民化，首先要取消講英文啦。學校唔准教英文，電台唔准播英文，逢英文都要唔准喺度流通嘅。跟住取消嗰個英國嘅法律，去殖民化啊嘛，緊要去噶，唔去嘅咁你總想法院整個幾個鬼佬法官喺度做咩啊？嗱，陳左耳好簡單嘅啫，你做呢樣嘢 OK 噶啦，你叫特首啊落個命令啊，咁啊好快即刻去曬，人都去埋嚇，唔係又走唔曬，咁佢嗰啲左仔冇得走噶嘛。他的女兒起碼不走啦，他的女兒在美國留學，鬼鬼祟祟，不知勾搭邊個富商，以前仲撲街啊，踎喺我朋友屋企唔撚走啊，個女兒想溝我老友記個仔啊，溝個富商個仔啊，幾撚賤撚嫁佢嗰個陳晴天個晴陳晴啊，有陣時嫁撚咗俾邊個冚家產嗰個上市公司個侄仔啊，嚇嚟香港要去豪門啊！陳左耳，你有冇收撚咗人台底錢啊？問你個女去讀書啊？你幾多錢人工啊？你個女點撚到去美國留學啊？啊！你去你自己嗰種化就真，你嗰種叫唔撚化。好啦，咁佢殖民化佢去唔到啦，揾我喺個噏俾人鬧喺度撲街啦。但最重要要鬧劉少佳嘅呢個咁嘅老狐狸。香港係俾佢搞撚亂噶嘛，佢做中央首席顧問嗰陣時，由董建華時代亂到而家啦。温家寶臨離開香港廿三條之前，問董建華：聽日有幾多人上街？咁啊，董建華問咗劉少佳，評估佢做顧問中央政策組大約三至五萬人啦，瞓兩醒搞五十萬人下晝，你老母你啫！呢個冚家產驚害老細唔死噶嘛，劉少佳。咁你睇到陳左耳冇水平。他找個劉少佳做副會長喎，咪搞緊咗啲咁嘅政策出嚟嘅結果咯，要你叫你去殖民化咯。喂，你陳左耳在任嗰陣時講老闆，你呢頭叫人去殖民化政策，你又引進個迪士尼，搞個美國殖民地喺香港，你咁搞乜撚嘢啊？你講老闆唔知嘅咩？做迪士尼咁撚大單工程，你有冇阻過啊？係咪啊？佢嗰個迪士尼啊，上面飛機都唔可以經過，入邊出問題啊，差人唔入得去嘅嗰份合同，你知唔知啊？咁你個撚樣陳左耳，你老母你係自己真係製造美國殖民地喎，喺香港你做港澳辦嗰陣時嚇，美國租界變咗美國租界嗰度，你搞乜撚嘢？陳左耳呢條友咧，屌你咪拎個西藏養蚊啊啱啊！呢個冚家產，劉少佳呢拎佢打靶嗱，我哋今日下晝講嘅。大家香港人咧就劉少佳中風呢次要，係啊，咁啊陳左耳又話佢成日講最撚巴閉，講話車毀人亡啊嘛香港，咁而家你望陳左耳坐下車啊車毀人亡就啱啦呢個撚樣。好啦，佢再講去中國化，香港今時今日我自己都去中國化喎，一定去嘅，去撚緊嘅，特別呢期。香港人個都去緊嘅，一聽嘅電話，啊，我哋中聯辦咁，屌你咪即刻收線噶啦！即刻收線。
一聽我電話啊，嗱我哋係中聯辦嘅，聽國語仲快收線添。唔聽啊？係咪啊？唔聽添。嗱，屌你啊！陳祖耀，你一定去撚緊你中國化。逢中國嚟嘅食物，我唔撚會買嘅。廿幾年前我唔撚要嘅。咁你話我啱唔啱咧？係咪啊？最近係最犀利啦，去中國派去啫。逢係話新中聯辦、新華社，一聽我電話、手機啊，國內公安部咁點咧？個零我都收機，仲去中國化。阿左耳仔已經瞓撚醒啦！如果你共產黨做到啲好嘢出嚟，令到中國人尊重你，人哋唔會咁反感嘅。你都要自己去宣傳話，叫我哋見到啲電話都唔好接啊嘛！係你教我哋去中國化噶，大佬啊！都叫我哋買啲食物咧，都要檢餐啊！嗰啲毒有毒嘅食物嚟到香港啱唔啱先？係嘛？咁你係咪要我哋要全部香港人學嗰啲大媽跳嗰啲插音舞咧？嚇！咩傻傻地咁啊啲又咁你話嗱，我哋好冷靜睇到，原來咧中央政府咧由頭到尾對香港定嘅政策咧全部錯誤，佢係完全一個好自卑同埋好冇信心。又要想利用人哋國際嗰個江湖地位喺香港揾老襯揾笨襯，搞啲公司上嚟集資，又要人哋唔好接受嗰種國際嘅意識形態嗰個價值，係咪啊？出咗事咧，唔好俾英國法律去裁決，啊，要用黨政委嗰個政法委嘅作風咧去審案就啱啦。咁屌你乜嘢，你玩緊曬啦！玩撚到自己個個走佬啦，陳祖義，你話唔單幾時走佬我唔知道，開你個快佬你係走撚緊佬，真㗎！佢呢班人開佢快佬走撚緊佬嘅，邊個乾淨？係啊，一開你快佬走撚緊佬，你埋去陳祖義屋企執下佢屋企有幾多家私啊？買過啲咩物業？你幾多錢人工一個月啊？嗱，你啲兄弟知道資料嘅，同我掟啲資料出去，嚇，睇下佢點樣樣化，睇佢自己點樣殖民化，覺得可憐咯。我覺得即係成個中國共產黨，屌原來你由回歸前你嘅思維都冇去反省你嘅新疆西藏嘅政策失敗，你仲攞呢套咁嘅方法咧嚟擺香港，以為製造一個冇香港人嘅香港。是吧是不是撲撚咗街？咁啊搞撚到今時今日咁。嗱，所以咧就我哋好開心嘅喎，因為多啲呢啲咁嘅左耳仔啊、傻仔明啊、張曉明之流出嚟繼續講多啲嘢咧，你就知道中央政府咧原來佢哋咧個心態係點睇嘅香港。再加上我哋對李嘉誠嘅評價，咁你就知道啦，係咪啊？即係你將啲事情咧串起上嚟。即係呢一個共產黨到今時今日都係唔成熟嘅，又自卑，自卑咧又變自大。如果佢唔係自卑咧，佢唔會食一餐飯幾十萬咁樣一個咯，唔會走嚟買咁多名牌去包裝自己，話俾人聽有料噶嘛。佢冇自己嘅信心啊嘛，佢咪要借鬼佬嗰啲名牌買貴嘢帶領住嚟，先至有信心咯，睇到。如果佢唔係自卑，佢唔會戇鳩鳩整個大閱兵咧掟炸咁嘅垃圾出嚟俾人睇噶嘛，係唔撚見得人嗰扎嘢。今時今日嘅戰爭啊，自卑嘅睇到成個自卑。佢唔撚自卑，佢唔會戇鳩鳩。而家又要走美國訪問，啊，唔知講啲乜撚嘢噶嘛？佢外交部，美國佬你諗未嚟到玩撚你啦，點你老母去西雅圖落機啦，啊！教宗咪做緊咗上賓先啦，啱唔啱啊？係咪啊？係啊！人哋佈啲局啊，玩緊你嘅，又睇你唔撚起啊嘛！因為你明知你共產黨個作風咧，過橋抽板，死狗嗰陣時，你又屌你媽走嚟打工作一為啫，
如果你稍微好啲咧，自己扮緊曬嘢，聲大大嘅。最緊簡單啫嘛！你中國開放改革開放，你 call 香港人上去投資，前功後居，打工作一，係咪先？成多好似嗰啲老千集團咁樣，驚你唔撚去簽名簽嗰、那個協議書、意向書，跟住簽撚完意向書咧，跟住又呃老細，話已經有咗咁多人同意嚟投資，就咁作撚大噶嘛！成班吳家產，嗰統戰部支流嗰啲撲街。揾鳩笨柒噶嘛？好啊，到你揾到撚到兩，你蝕本咧冇事，你揾到兩個錢咧就煙揾到你盡嘅，啊！你問下廣東省嗰啲統戰部嚟香港啊！屌你乜人未到就已經打電話俾嗰個啦！屌你咩我老婆就嚟啦，蝕撚待佢啊，係咪先？冇撚興噶，到嚟而家人哋做你開放俾人入嚟投資，佢作為商人，佢有佢嘅盤算，唔通要我蝕撚咗半個先走啊？我覺得你嘅政策唔好，你有冇你亂鳩咁嚟搞噶嘛？又勞工法例，又勞工保險，又加人工加到倍幾，一三幾年間，個成本咁撚重，我點做啊？我李嘉誠做唔撚走啊？税幾廿種税，屌你係人都走啦！呢個好撚正常嘅商業決定嚟噶嘛？冇錯。呱呱嘈開撚曬黨媒嗰啲傳媒，屌你老母又咁講又咁講，仲衰撚過嗰啲做雞嘅，屌你老母閪冇錢掟口咁撚樣。你做得咁撚衰撚假啊！你丟撚曬中國人假噶，你一個國家，叫人嚟投資你咪投咯，你唔撚投資你走，完全唔講嘢嘅。即係話咧，成個中國搞意識形態呢個中央宣傳部呢班唔家產咧，真係整撲街嚟，害撚死個國家嘅，亦都害撚咗共產黨咧，丟假。共產黨係衰噶啦，你唔撚開聲咧，冇人知道你衰噶嘛。你唔撚講，冇人話你啞噶嘛。啊！李嘉誠撤資咪又撚佢撤咯。最撚高手就唔撚出聲嘅。又唔使講話啊！我第時咧，你唔嚟咧，你就後悔啦！講啲嘢把撚咩？呢、這個世界邊撚度有得撈人嚟自己會嚟噶啦，係咪啊？你自由城市，你中意嚟投資就投資，唔投資就唔投資。佢哋唔知道咧，嗰個沉默是金嘅共產黨，特別嗰個屌你乜新聞發佈會班吳家產啊！嗰、那個屬於以前對外宣傳局嘅，佢每個整個咧就咁嘅咩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屌你乜發佈會日日講。人哋邊個國家邊度講咁撚多嘢㗎？邊度有成新聞發佈㗎？屌你啊！冇你喺度扮撚曬嘢講過，邊度聽你講嘢啫？因為你共產黨講撚親都假話啊嘛，冇人聽你㗎。但係共產國家就最中意講㗎嘛，北韓又咁講。佢唔撚知衰啊嘛！屌你，原來佢越講咧就越衰。佢真係沉默是金㗎而家，特別國家困難，你乜嘢都唔撚講。人哋要估你咧就高手啦。你越講越多咧，越蓋彌彰嘛！講嘢又冇撚水平，就要講多錯多。無撚端端走出嚟啊，整個超然特首，屌你啊！佢係咪啊？傻撚咗啊嘛！嗰啲共幹，嗰啲低等嘅幹部嚟啊嘛，三低嘅幹部啊嘛，真噶低智、低能、低 B 係嘛？低等，屌你咩？下面三等三低嘅幹部嚟啊嘛，咁害撚死老細咯！我撚死老細㗎！點解就算翟先生下邊啲人叫佢走去中國、美國演講，你講你條村把撚啦？佢無撚端端喺美國演講啊！習近平喺西雅圖，美國佬啊，連有冇香港都唔撚知啊！白城人，你知唔知啊？佢哋冇撚研究過歷史喎，美國好撚戇鳩喎！而家我發覺中國啲外交部，美國人咧有百成人冇護照嘅，知唔知啊？冇攞啊！唔會走去第二度，永世都喺一笪地方度。仲唔知用420電腦噶中部，唔撚要嘅咧電腦，你知唔知啊？早幾年用306嘅啫，屌你聽見你都眼瞓啦。因為點解咧？佢美國同加拿大個教育咧好撚古怪嘅，對當地人，特別嗰啲州立嘅大學。政府的中學，他綁你的年輕人出世咧，綁你20年噶嘛，讀你唔大學啱唔啱？嗱，你5、6歲又去讀書啊嘛，小學、中學幾年，大學咪啱啱20歲啊？他綁緊咗你20年，個社會穩定嘅，所以俾你 hea 嘅啫。
所以去美國讀大學啲 hea 撚完翻嚟戇鳩鳩嘅，就當大學畢業。你聽見話美國咧就撲街噶啦，冇撚人請就咁解啦。當然佢有班常青藤，嗰、那個另類嘅。佢喺咁多人之中咧，係有一班人精英嘅，但其他咧係特登設計嗰個教育咧，俾佢哋 hea 嘅。你 hea 撚咗二十年戇鳩鳩啊，個社會咪穩定咯。高招係漁民政策喎、哦，揾間學校揾撚咗你啊嘛。跟住臨到你將近畢業嗰年開 party， 教你兩母溝女開舞會，跟住兩個冚家產咧就走去打工啊，又點你買層樓三十年要供，咁你就整緊咗五十年啦嘛，係咪啊？係咪收你咗工啊？嗱，冇人學你睇得咁狠心水清嘅喎，佢一困困咗你二十年，個社會穩定啦。今日開 party， 等你溝女。派咧埋避孕套俾你，跟住咧你將近畢業咧就有啲獵頭公司，咁啊做嗰啲好低等嘅啫，因為你唔係嗰啲常青藤學校，你揾到食嘅，免首期買層樓，供三十年到三五年都有嘅，兩公婆一份，咁啊五十年噶啦，你老母陳左耳你個撚樣懵閉閉，屌你老母人講你又講，係咪啊？成日又話哇，整扎美國啲咁嘅炒金仔翻嚟喺中國誒，俾啲細路仔喺美國讀書讀撚完，喺香港中國咪撲撚咗街咯，入曬啲金融機構啊！佢俾啲 hea 噶，佢唔會教你叻嘢噶，俾佢搞撚錯。呢個事實嚟嘅，大家你喺美國、加拿大讀過書就知噶啦。嗰啲公立學校，特別嗰公立大學，係咪 hea 啊 ？hea 撚夠二十年，個社會咪穩定啊？啊！跟住你做啲低下工人，係咪啊？翻工放工，供車會啊，買醫療保險、供樓咁咧，玩撚完啦，五十年啦，已經老啦，係咪先？有數計噶嘛人哋，所以大家咧真係要好冷靜睇個世界咯。即係咁，你香港你嗰啲人搞啲咁嘅陳左耳呢啲人出嚟，驚個社會唔撚死。咁你共產黨你要調整政策嘅，你要利用香港呢個國際城市咧，而家個世界咧係地球村嚟，你唔可以閉關，你唔可以閉關嘅話咧，你都唔需要恐懼。你係睇到香港嘅大學生有咁多反對聲音，嗰啲係正式愛國分子嚟嘅，佢見到你國家有問題。見到你共產黨的思維有問題，他出來反對，他要求公正一點，他要求公平，要求你行承諾，要求你做一個好求證，現在香港大學生去示威過都是的，你的社會不公平嘛，是吧？你何德何能的鄭耀棠、譚耀宗之流那些沒有水平的人走上行政會呢？為什麼要給啲年輕人要走去賣共產黨埠、賣左派機構份先出嚟揾到兩餐飯食呢？你點解要出賣個尊嚴呢？你點解唔係話好公平俾佢有個能力嘅競爭呢？係咪？點解要賣你嗰啲咁嘅左派機構靠你派蛇齋餅種，我先真係做到區議員呢？你共產黨就製造一個唔公平社會出嚟嘛？咁我哋啲年輕人有理想嘅，有分析能力嘅，佢梗要你去呢個咁嘅共產黨化啦，佢唔係去中國化，佢去你嗰個劣質嘅赤化。你共產黨思想係唔啱香港用，我百分之一百都支持共產黨，真噶，我支持個政權要穩定嘅，所以當年我成日都提出嘅，你哋唔好咁撚辛苦啦。你改個憲法，黨主立憲，共產黨咧就春秋萬世嘅，就英女王冇撚喐，所有省市縣鎮咧全部民選，佢一嗌交咧，你共產黨出嚟就好似太王咁撚樣，睇場，佢哋嗰啲民選嘅民官咧，完全又冇軍權喺手嘅，個軍權武裝力量揸你共產黨嘅手。咁你坐喺度咪屌你乜收傭好撚過啦，做球證，你老母自己又落撚埋場踢波，自己又吹撚埋雞，實死噶嘛！
係好撚戇鳩啊！中國，我將來將佢中國，即係佢要完善個黨嘅政治先，完善共產黨嘅民主先。你黨內都唔撚民主，搞撚到啲人咧睇撚住個書記啊，或者嗰個黨嘅路線嚟噏嘢。咁啊，黨啲人噏撚錯咗，佢就照噏，即係毛澤東咁撚樣啫嘛。噏撚錯咗，個撚個照噏，噏撚到國家機會散撚曬咯。本來都無一物㗎，個撚個搞啲卸博文化咯。就算你八九六四，我哋覺得好撚冤撚枉啊！中國無撚端端三笪拉出嚟，個撚個自己搞出嚟，冇評估嘅。喂，啲人一聚埋天安門，聚咁撚耐。喂，我話我五一勞動節啊，整個檢閱啊，佢哋都散撚咗場啦，點會留撚到六四啊？即係話屌你個市長戇撚鳩鳩啊！曾經同我點樣搞乜撚嘢？我話到你香港，你推過廿三條，咁撚多人上街。之前你冇評估嘅咩？你冇技巧嘅咩 ？call 撚曬啲民主黨派嚟咩？嗱，廿三條香港真係要立法嘅喎，國家安全咪要立先要。咁你真美國、加拿大、澳洲、法國、意大利，你自己講啦，揾十個民主國家，你是但揀套算撚數都死，仲犀撚嚟過立三條。你俾啊揾阿李柱銘出嚟啊，擁個老母上神台。嗱，李柱銘哥仔，你負責做主席啦。立廿三條嘅主席，你揀，你帶頭去揀，嗌埋你班兄弟好唔好啊？嗱，美國、英國、意大利、法國、澳洲十大民主國家，你話邊十大嘅？咁你是但搞國家，我哋照抄得啦咁。我都唔撚使提廿三條啊！仲大撚過個廿三條，你知唔知啊？其他國家嗰啲安全法仲嚴噶，證明你共產黨咧係冇撚水平嘅。你當尊重佢啊嘛！哇！你大哥，你最撚叻喎，大律師喎，民主之父喎，唔該你組織班兄弟嗱喺啲民主國家揀套嘢出嚟，我照抄，或者你改少少啱用就得啦。咁屌你有冇大撚鑊？仲撚大鑊過廿三條？你話屌你乜共產黨咪冇水平啊？嗰啲人咁啊好啦，冇水平搞撚咗鑊五十萬人上街，好啊，跟住搞國民教育。屌你乜！你唔搞唔會死噶嘛！我哋求其介啲年輕人翻去啊，睇啲國家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一路發展中嘅進步，都唔撚使講嘢啦，都知道當家嘅困難啦，啱唔啱先？屌你使講撚多嘢啫！屌你扮鬼扮馬，蛇齋餅中又搞中票，屌你諗你統戰部班吳家產啊呃爺，跟住又搞維穩，啊李陳佐義呢啲咁嘅撚樣，啊！整五十蚊啊！再整個社團登記，屌你有冇搞緊個又咩港澳乜撚嘢嘅研究會？你老母自己封自己做會長，仲揾翻個屌你老母煙燻爛臭嘅劉少佳出嚟做副會長？你睇劉少佳死人樣啊！呢啲係中國歷代啲奸臣嘅相嚟噶嘛，同埋劉宗儒嗰啲，我哋封咗做國妖啦幾年前，即係國家嘅妖孽俾啲人，你唔撚死啊？係嘛？害撚死啊嘛！香港就咁樣死啦！咁啊，中央政策定香港回歸後中正嘅話，原來全部錯撚曬嘅觀念。因為我中國政府我要進步噶嘛，我要進步，我點樣喺一黨專政之下個民主咧？係佢哋追求緊嘅喎，佢哋成日又講嘅喎，任任講，胡錦濤講，江澤民講，習近平講，我哋中國咧要發展個社會民主主義嘅。講嘛，用嚟講噶嘛，民主你可以做到噶嘛？我就。改憲法，黨主立憲，最撚簡單嘅，做撚咗日本天皇。放棄個權？我冇放棄啊！我避而不用嘛，我黨嘅權，軍隊、武警、公安，我個黨喺手。你其他啲文官咧可以民選，開明公正民選，與能者居之。啊！你一出嚟搞事，個黨咪出嚟，誒冇撚嘈，咁你有武器喺手啊嘛，咁咪得咯。所以人哋嗰英國嗰個君主立憲咧，點解咁舒服咧？嗰啲市民支持英女王噶嘛？個英女王個朝代唔會變噶嘛？期期一路延續啦，咪穩定先。佢權力穩定嘛？你中國都要走呢個路線啊！你共產黨千秋萬世揸裝得，但你唔參與嘅，儘量唔行使權力嘅，你係做監察體場公正人，其他咪俾民選。做到的這個應該是我們中國人走的路，但你要培養一些好一點的幹部，過出來說話說錯的，
你陳祖兒一講一完，淨係香港嗰個譚志源局長都屌柒你噶嘛？屌你咁，你製造啲爭拗喺香港嘛？曾玉成跟住問你啦，話你問翻陳先生依啲咩法？佢就唔撚知道學我哋咁樣講。佢陳祖兒咧當自己黨嘅思想路線咧就係法嚟噶嘛？你唔可以違反黨嘅組織嗰個思想路線啊！佢個心目中個思想路線咧。政治的路線咧係大過法噶，啱嘛？黨大過法噶嘛？所以當年彭真咧喺北京問咧，究竟我問阿毛澤東，我哋黨大法大？屌你啦，乜都唔撚知點答？你問阿張德江，人大副委員長、人大委員長、人大立法代表，你咪黨大法大咧？佢哋而家到而家答唔到。所以基於佢哋咧，要個黨凌駕依一切。變咗佢咪唔贊成你嗰個三權分立咯，佢都要指揮埋你個司法界咯。佢唔知道如果你指揮司法界咧，你個人為咧變咗有偏差唔公正啊嘛。人有私心啊，所以佢喺西方世界呢個司法獨立咧就好緊要嘅。佢前年係有缺陷，佢唔係完善嘅法治，好多灰色地帶，好多法律罅。但起碼咧，佢個人為咧，佢都係少咗嘅。有冇人為咧？一定有啦。如果唔係，我唔使去英國請個大狀，請個大律師翻嚟啊，排期排到邊個法官審啊？哦，卡拉蘇法官，哦，卡拉蘇英國邊間讀書啊？嗰陣時邊個做班主任啊？我嗰輪 book 咗，而家掛牌喎，請個老母翻嚟啦，代表自己上 call。點解見到阿 Sir 領導都俾啲面啦？一撚樣有人為影響，但係少嘅，係少嘅。一樣有人為影響，但係少嘅，就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咧就多啲啦。香港司法唔係咁公正，係好一樣好垃圾，因為我哋知道嘅，但係唔公開講啦，即係對個社會都唔係咁好。哇！原來咁都得啊，咁真係可以咁都得嘅。是係啦，好嘛？有咩問題？多排，其實呢條老問題答過好多次㗎啦，都仲有人問。啊，咁你都即管有咩新觀點咧？啊，咁啊有網友就問你支持共產黨，點解又鬧嗰班友仔喎？問我好多次。共產黨唔係人嚟噶嘛？都唔知鬧邊撚個？屌你鬧招牌啊！但呢個組織咧，我哋中國呢個咁嘅國家咧，咁撚龐大人口咧，你冇一個強大嘅組織咧，係睇唔掂當噶嘛？但佢而家我哋鬧嗰啲黨員咧，佢唔係代表共產黨。佢代表共產黨咩？陳佐義代表曬共產黨咩？佢出嚟釋法咁滯，屌你！唔好話你哋唔依法去殖民化，係咪啊？佢有撚資格釋法？佢又咪人人大代表嗰檔嘢？佢又無官無職，而家屌乜山板度咪穿窿山板添？而家屌你咩？係咪喺度衝炮艇走出嚟？啲傳媒惡撚鳩嘅。你咪撚去啊！咪撚報導佢啊！你最撚嗰時，哦，琴日陳佐義發緊瘋，咁咪算撚數啦！佢老母仲大字標題揾張報紙，屌你係咪？咁而家啲傳媒同佢製造個江湖地位幾撚戇鳩咧？你話好撚戇鳩啊！傳媒，佢nothing噶嘛呢啲？屌你！你查鳩個女點撚樣揾佢個女嚟香港撈嘢？古靈精怪坐波，又公民委員會，佢個女坐上去陳情，坐撚完之後，你啲撚樣過去聽國歌啦，食飯。記唔記得啊？食撚飯嘅時間播國歌，咪佢啲咁啱搞出嚟咯，幾撚肉酸啊！不如我真係尊敬嘅國歌，我咪應該見到國歌要即刻企起身先。我食撚緊飯咁嘅時間，你咪揀我時間撚戇鳩啦！你諗咩？你真係共產黨做嘢。以前我哋播英國國歌都係電視收檔先播噶嘛，啱唔啱？屌你老味，你真係～真係丟撚中國人假㗎！你中央政府管治香港嗰啲班底組織，好撚登水平。我未見過咁撚登水平嘅幹部啊！我識嗰啲都好撚叻㗎嘛！屌你啦！我哋點解派嚟香港啲咁撚渣㗎？連一啲評估嘅能力都冇嘅。你嗰扎保皇黨，屌你乜你劉少佳之流，你個撚樣，屌你你幫唔到香港人，你冇撚害香港人啊嘛！你都知你自己做副會長，你知道陳佐義講呢啲嘢，你就撳撚住佢啊！要解俾佢聽啊！你有冇啲仲走去屌你咪狐假虎威，係咪啊？第二個問題。嗱咁啊，如果大陸要調整對外政策咧，邊一樣嘢係最緊要咧？對外嘅政策。
講少啲嘢咯，少啲發表新聞，講撚親都錯噶佢哋。你幾時共產黨外交部講嘢啱嘅？講南海風雲佢又講撚錯，講乜撚都錯，係唔撚動聽嘅。所以你奧巴馬美國佬忍唔撚住，你身為大國，你冇撚就恰鳩啲細隔離左右啲國仔啦。你講得好撚啱喎，係咪啊？搞得到神憎鬼厭噶嘛，共產黨而家，但佢而家大撚鑊噶，中國共產黨睇撚住做乞衣啊！喺呢三幾年，點解咧？你走嚟恰我啲國仔，佢一個撚個咧串謀曬咧，招兵買馬搶鳩你嗰啲廠家嚟佢哋國家投資，有多少聯手啊？我睇過越南又開放得好多優惠政策。柬埔寨開放了優惠政策，撈咧又開放，一啤埋又開放，菲律賓又開放，斯里蘭卡又開放，印度又開放，圍撚住你老母嚟打，全部撤資啊！而家中國嗰啲廠，台灣人走撚曬咁滯，日本仔又走，咁啊跟住好啦，你好撚簡單喎，美國同日本一聯手，我哋啲國家所有嘅製成品免 quota， 屌你老母個個走去啦，啱唔啱啊？而家美國都玩鳩佢嘅而家，你去柬埔寨做嘅製成品咧，去發歐盟啊，係免税噶，唔係講少啊！喺柬埔寨啊，法國佬啊同佢撐啊，因為嗰陣時佢係法國統治，美國即係越南咧又開放啲免 quota 俾你啊！你共產黨含啤啊！你而家一路一路自己慢慢淡啊！你啲鬼城！屌你老母咧，未撚瞓醒搞經濟班唔加餐，過撚我穿櫃桶。屌你老母，勾結埋曬外國啲人。屌你老母，搞啲股票古靈精怪，又做惡想又成虧空，係咪啊？做事屌你搞乜撚嘢啊？所以我哋睇見習近平好撚慘嘅。你睇佢美國講嘢，我哋屌你老母殘撚曬啊！個人完全冇信心啊！講嘢知唔知啊？大佬裏頭又鬥外頭又冇信心嘅，屌你即係差唔多。你而家你去撚到咧，唔係嗰種一個元首級去美國訪問嗰種氣勢唔撚到，俾人掃撚咗去西雅圖落機，跟撚住好似走嚟敲門咧揾嘢撈咁樣樣。啊！我哋要合作咧，就大家雙贏嘅。屌你乜你贏啫，我唔撚同你贏啊！我使撚你關照我啊？點解要同你合作？當年你戇鳩鳩啊，知唔知啊？嗱，佢走撚咗咧，美國玩嘢噶啦，我睇跡象，真噶，趁你病攞你命啊！好撚簡單咋，喺你隔離咗啲國家，多啲低息貸款你喺度設廠，支持佢啦，冇越南支持柬埔寨，支持泰國，屌你乜蚊鳩走曬你啲廠啊，係咪啊？而家你中國點解乜撚嘢貴撚過人，税收啊多撚過人，屌你乜啲幹部又呃乜鳩人？冇你大陸嗰個市場，我唔撚使開廠啊！所以李嘉誠走都係好撚啱噶嘛。你我一個商人，我走嚟受你氣。今時今日我唔撚到俾鬧到撲街啦，係咪先？所以點解我哋幾廿年前唔撚翻嚟中國投資咧，就避呢樣嘢啊嘛。佢冇量度俾你揾錢噶嘛，共產黨有得揾佢自己揾撚曬啦。你會輪撚到我揾啊！我咁撚著數，冇啦，多撚謝我啲機會留俾人啦。我哋有先見之明。我幾早翻中國，八十年代初翻入去，真係入中國，點解全部都係捐錢嘅啫？啊！我係中國人，我自己既然間搞得掂，唔影響我範圍之內，我自己做我自己應該做嘅工作。你大家睇過我啲資料，睇到咧係好早嘛。八九年《人民日報》已經報我賣我啲喺中國嘅慈善工作，1989年喺《人民日報》登出嚟嘅，啱唔啱先？中國人我梗係要愛自己國家啦，但你共產黨揸莊，我梗係尊重你啦，我唔諗會得罪你，敬而遠之啦，唉，敬而遠之啦，屌你咩冇撚搞阿 Sir 啊，大佬，唉，我燒扎溪錢俾你班人家撐啊，算撚數，係咪？我唔會同你做 friend 嘛，共產黨，我一定唔會做 friend， 因為佢哋個黨性咧係教育得唔好嘅，佢真係去領曬中國化喎，
屌你有冇去捻咗繁体字啊？你用去中国化，陈佐义你个捻样，共产党你老母转去中国化，啊！夹捻埋毛泽东，打捻烂晒孔子庙，仲唔去中国化？你跟住而家要去再快啲，再搞去苏俄化添啊！嗱，我哋讲捻完佢，要讲证据啦。有人登咗咧，写得几好嘅，讲陈佐义两个低级错误啊！嗱，唔系我讲噶，嗱，影一影。嗱，我講話即係話有偏頗啊，嚇，好似唔公道啊！嗱，讀俾大家聽啊。陳佐義的去殖民化論，故弄玄虛，語意不清。唯一值得認真評論嘅係佢犯咗兩個唔應該犯嘅低級政治錯誤。咁大佬喎，明佢係三低嘅黨員啊嘛。好難犯高級錯誤㗎。第一個錯，中共政權從來不承認香港是殖民地，但陳佐義狂言去殖民化，間接確認了香港在1997年前是英國殖民地。根據國際公約住民自決原則就會用得上了，因為中共政權一貫承認住民自決原則適用於脫離殖民地的情形。結果呢，如果你認為中香港是殖民地的話呢，就香港人有權通過住民自決而去中國化。陳佐義，你現在知不知道你已經揹了大禍啊？按照中國的邏輯，這個呢，你這樣說法是煽動分裂國家。你話唔知打唔打靶？第二點，陳佐義話香港冇根據基本法去殖民化，咁啊講得喺個點子上。行政長官權力過大，唔係由普選產生，立法會亦都唔係由普選產生，受盡咗功能組別分組點票、提案限制、彈劾限制嘅規定掣肘，司法被共產黨要求三權合作，中聯辦粗暴干預香港事務，滲透大小社會組織，凡此種種就是延續殖民甚至再殖民化的現象。這些以融合為名、以殖民為實的再殖民化現象，更是香港人鋭心之痛。香港人現在很應該響應陳佐義要求去殖民化。對於呢啲咁低智商嘅狐假虎威之徒，大家應該將佢炮製嘅垃圾言論攞嚟分析，拎嚟憂慮，拎嚟怨憤嘅話咧，不如拎嚟咧當講笑，拎嚟反攻。本國意識應該升華為本土意識，再升華為個人尊嚴；愛國家應該升華為愛家鄉。再升華為了愛生命和愛自由，這個因為人有人才有家，有家才有國，否則一旦一切與大為榮，這樣愛中國意識呢，為什麼不再升華去愛地球、愛宇宙？陳佐義的反向言論真是通識教育上的上佳反面教材，值得鄭重推介。屌你咁嘅低級錯誤，嗱呢啲咁嘅先係低級狗流黨員，係嘛？佢都唔係幹部添，佢冇撚曬公職噶啦，肥腫難分，屌你咩就嚟腎病啊！呢個唔該請，睇個樣啊，唔知咪叫得雞多，仲叫到咩？唔係啊，好撚可憐噶，屌你咩？你睇啲香港啲人啊，係咪啊？嗱呢、這個 CY 又俾人嚼啦，係喎，阿 Doctor。有網友話咧，你上個禮拜狂頂個八九，咪過咗火喎？我覺得好似唔夠喉啊，再頂過。如果與個人嘅榮辱啊，或者個人嘅撈世界咧，要出嚟揾要撈嘢嘅話咧，我就唔會咁過火嘅。嗯。仲要出嚟社會嘛？你踩撚到咁撚盡，咁一撚咁嘅啫，冇撚得騰噶啦。都唔係好盡。好啊，但係如果與一個社會嘅安危，我講嘅咧係事實，
但我係講少咗嘅。哦，頂少了。未夠火，因為講漏咗。如果你大家如果知道佢呢個人多啲衰嘢咧，你仲撚冇人，因為佢係冇同香港人把穩個關啊。好啦，而家大家知道嗰、那個中國對香港隊波啊，就嚟踢啦。去年話搞大球場草皮，搞到而家用唔到個大球場嘅，屌你乜你咪笑話？國際城市喎，好日都唔嚟香港做主場，咁你梁振英你搞乜撚嘢啊？連咁撚少嘢你做唔撚到嚇，西九又開唔撚到波。好啦，上手做撚落嘅高鐵超支。你特首有你而家你梁振英有責任，你係測量師出身，你即刻就要組咗個精英嘅班底咧，同嗰班承造商算賬噶嘛？哦，點解唔可以封到頂咧？港珠澳大橋嗰度島人工島係咪啊？仲要整個漂移島，漂移島呢個幾神奇？屌你有咩失撚理人噶嘛？你明唔明啊？鑊鑊新鮮鑊鑊金啊！你睇你個醫管局。你睇佢輪款，屌你乜！你點樣去拎起個香港大學冇嚟冇去咧？大學生有錯誤觀點，俾人煽動，佢唔係懵仔嚟噶嘛？佢哋而家自己散緊曬啦，佔中三子冇市場啦。一早出嚟搞佔中運動嘅啲大學生話：，都推緊咗個佔中三子嗰三條抽水佬噶嘛？嗰三條人渣。即係嗰三個搞屎棍，收撚咗人錢，真係搞佔中運動嗰個啊，係咪啊？啲大學生都推咗佢哋㗎，我唔撚聽你哋指揮㗎，係咪先？大學生有路㗎嘛？咁你中國共產黨做工作嘅人係有責任咧，將佢哋納入正途嘅，同埋支持佢哋要為個社會發聲嘛。你咪整個好啲嘅平台俾佢哋，即係為個社會表達唔同意見咯。他們沒有做好工作嘛，你梁振英沒有做好工作，你還真的做搞屎棍，整翻翻個大個香港大學的校務委員會古靈精怪，又話等埋嗰個首富，屌你啊，冇又咁又咁樣，呢啲係好撚失禮人，呢啲好撚低莊嘅人物先做啲嘢，冇嗰種大氣啊嘛，啊，真噶，所以你呢啲人，我哋一定唔需要對下氣，我哋使乜對下？我哋點解要對下氣啫？點解佢係為我哋社會服務？佢出緊我哋嘅糧，我有權要求佢嘅。就算我丙共產黨，我係有資格丙佢嘅喎。大家市民都有嘅。你睇翻中國共產黨嘅黨章，要接受人民嘅監督噶嘛，要接受群眾嘅批判啊，大佬！你作為黨員，我哋咁撚個撚人啊，入撚咗個黨，屌你啦！乜真係坐喺度唔撚嘢做嘢，亂鳩咁搞啊！你有冇睇黨章啊？陳佐義，屌你啊！張曉明，你啲撚樣，我哋屌啲共產黨係應該嘅，合法嘅。根據憲法鬧得，根據共產黨本身嘅黨章，作為黨員，佢接受群眾嘅批判噶嘛，啱唔啱先？嗯。唔係我使撚揾你做啊！咁梁振英又話要承擔呢個國家責任同義務。而家啲人承擔國家責任，咪有唔即係咩咧？唔撚錯嘅嘢，咪要出聲咯。我就係啱啱講緊咗咯。所有嗰啲反對聲音就係愛國嘅表現。佢愛國唔代表佢講嘢一定啱喎，因為有啲人咧嗰個思維會錯噶嘛。佢話佢咁樣咧就係為咗國家興亡咧，我出嚟反對啦。但佢會俾人誤導嘅。咁你梁振英嘅責任嚟喎，你咪解清楚咯。你推啲政策。點解我要簽經？屌你乜！你要解清楚啊嘛！點解我要同你合作做公司？我要收5000萬台底，你要講撚清楚啊嘛！點解我要搞 BVI 公司唔撚公開嘅？你咪講撚清楚咯！而家你唔撚明啊嘛！我作市民，作為市民，我有權懷疑你梁振英開間 BVI 公司，官商勾結揾著數噶嘛？點解你唔公開咧？好啦，我又作為市民有權利懷疑你，唔係淨係你嗰間公司收5000萬台底噶嘛？仲有其他嘢收台底咧？無撚端端嗰、那個而家拉撚咗個黃林啊，華潤嗰董事長係嘛？宋林啊，
點解我哋收嘅地下情報啊？佢有人使錢俾咗特首，先俾做太平紳士同埋俾坐駁噶嘛？哦，買翻嚟嘅。嗱，我哋收嘅全情報喺市場地下、路邊視野嘅情報，係經張曉明手搞噶嘛？嗰班人，咁你特首咪有責任澄清啊？係咪啊？咁點解你要俾個太平紳士做啊？佢有乜嘢功績先？而家跟住嗰個宋林啊，拎撚咗去屌你老母貪官一名嘅，你封太平紳士俾佢，你唔撚使走去 check 佢品格噶？點撚樣俾啊？俾撚完撚夠一年，屌你咪坐撚埋波啦，跟撚住而家就屌你老母雙規啦，雙開啦！啊，國家嘅貪污分子，我哋市民咪有權屌你啊？我哋而家咪行使緊公民責任咯。屌柒你就行使公民責任，記撚住啊！梁振英，而家全香港啲市民屌你咧，就行使緊公民責任，行使緊國民責任，就督促你個撚樣做好啲，就唔好淨喺度食公帑，白食，係咪啊？係咁撚簡單咋？你有重撚過你做特首責任咩？係咪啫？屌你連嗰幾兜水，屌你有冇染污嘅，你都解決唔撚到？蛇民撚福點樣處理先？香港嘅空氣點解你唔用國際標準攞啲儀器嚟度先？喂，連你嗰啲水有冇影響到天津嗰啲水嚟香港啲空氣有嗰個山埃嘅影響咧？你有冇儀器都冇啊？你個撚樣幾時買啊？梁振英係咪想啲人中撚咗山埃啲空氣毒氣你先至買啊？好撚簡單咋，你叫佢答我啊！你叫佢答我啊！第二個問題，屌得少啊！呢個撚樣，佢個名都叫伍文憲屌，頭年打過炮底屌梁振英呢種人就嗱，咁中美合作拍電影總部啊設喺香港，咁樣點睇咧？我呢個好事嚟嘅，啲猶太佬好撚厲害嘅。他以前咧同我中影合作過，衰撚咗，就喺個寫字樓設喺北京。咁如果你設喺香港，咪有法可依咯，你明唔明？起碼有法律靈活咗咯。咁佢有人肯投資，無線又參與，對香港係好嘅。但咧難在邊度咧？創意同埋寫劇本嘅人才少啊嘛，同埋嗰個好低微嘅，好嘅創意少，同埋香港。冇一間好嘅電影學校培訓啲人才出嚟，個個斷撚股嘅。屌你媽真係做完 KFC 啲屌咧無厘頭嗰啲港姐咁啊落選好入選好咁啊無線簽撚咗就屌咧古靈精怪咁出嚟話做藝員仔啦，跟住學人做明星啦。屌你媽講嘢甩牙嘅點樣做明星啊？冇功底啊嘛佢哋，香港冇個電影演員嘅訓練學校啊。所以我今晚我鋪咗一啲嘢俾大家睇。乜嘢咧？有三首曲啊，我哋唔叫歌嘅。你話唱歌咧係低格嘅，曲就藝術嚟。我哋擺咗三首戲曲，就是、大家好聞名嘅《紫钗记》《劍俠差緣》。一首咧就羅文同周慧敏唱嘅。嗱，咁唔係話屌我揾新馬仔唱就屌你啊！博士就搞啲咁樣古老嘅嘢。我羅文同周慧敏啊，唔係落後啦，係咪啊？咁大家聽下羅文同周慧敏唱一首。第二首咧就劉德華同阿梅雪詩唱嘅。劉德華聰明啊，揾翻個花旦先俾人引啊，揾翻陣陣，你明唔明啊？梅雪詩真係花旦嚟噶嘛，識唱戲曲噶嘛。咁啊，劉德華咧就同梅雪詩唱嘅。又係劍俠差緣。好啊，第三首咧，我就擺咗蓋明輝同吳美英唱嘅，正式做戲班嘅人唱啦。咁大家年青人，但佢個劍俠差緣一個曲詞好靚嘅。如果你背熟咗呢首歌咧，得閒你同條女寫下情書咧，包你都有著數，引用下可以借用嘅，因為我後生借用過噶嘛。現在不懂看呢，不是啊，你懂得有水平的女兒嘛，你不懂得屌你了，吳家仔三更半夜還在做拳手那種，你當然不懂看了，是吧？
咁你大家個建立測完咧，你可以借用到好多字咧，你可以寫啲嘢咧好啲嘅。咁你又變咗你係係啊唐迪生嘅成名作。咁大家成聽唐迪生咁威水，任劍飛白雪仙。咁究竟唐迪生嘅文學去到邊度咧？咁你咪睇下呢首曲詞咯，聽下佢 melody 咯。咁你又睇到羅文、劉德華同佢哋蓋明輝同美英呢三，佢哋幾分鐘一次嘅，你聽埋，咁你自己俾分。俾完分咧，唔該貼翻上天羅地網，你俾啲評價。如果評價評得好咧，我哋又有禮物送。咁你變咗知道啊，原來係哇劉德華唱啊咁喎，羅文都係高手嚟噶嘛，唱歌啱唔啱？係咪啊？羅文係咪啊？嚇？羅文佢學聲樂出身噶嘛。咁但係你睇翻佢唱法咧，你覺得係有咩比較？咁你有得比較先有進步嘛。上次我就鋪過出嚟，佢哋邊個啊？梅艷芳唱嗰、那個《客途秋恨》。客途秋恨咩？唱一段啫嘛，係嘛？唔係客途秋恨。上次梅艷芳同阿劉德華唱嗰、那個。哦，嗰、那個我哋淨係講梅艷芳，諗咗佢《客途秋恨》喎。咁佢哋一比較咧，就真係覺得咧，真係阿輝哥唱又唔同，啊，新馬仔唱咧又唔同。梅艷芳唱咧又真係唔同，係啊，《客途秋恨》好短嘅，我覺得。但今晚咧就只猜忌啦，大家應該學啲歌詞，記熟佢，對你溝女包你有著數。啊，偷翻幾句寫文章，突然間整兩句讚。我中意搬柳還琴喎。我嗰個下集。好啊，今晚咧我哋又擺咗一套戲出嚟嘅，就是《再世紅梅記》。因為唐迪生咧，《再世紅梅記》第一日上映咧就死咗。但《再世紅梅記》咧留到咧係好紅嘅呢首劇，咁大家亦都可以有時間嘅，中意睇嘅睇，唔睇又冇所謂。但有啲人應該睇曬成個《再世紅梅記》咧，你真係寫文章就得啦，我寫到篇文章出嚟啦，左及右及及啊及啊咧，及到篇文章出嚟。咁啊，仲有個咩節目啊？仲有一個係日本有三個好特別嘅表演嘅。哦，我哋揀咗個日本嘅。好科好好魔幻嘅演出，你睇到佢哋個風格真係犀利。嗰、那個《再世紅梅記》值得睇嘅，你睇下嗰啲而家尤其是做佢哋而家蓋明輝嚟做嘅大戲舞台咧 ，OK 嘅。所以要介紹呢樣嘢，有咩問題？你有篇嘢要讀喎。嚇！讀咗先點？讀一讀啊！佢有啲網友咧就有網友講呢個，因為最近咧我因為咧就教啲人食飯啊，教嗰啲學生啊，咁啊。有些人咧寫咗心得俾你睇啦，鋪咗上網，有幾個人講咗啲意見嘅，咁啊俾大家分享下，讓我哋話發覺，屌、原來做普通人都唔容易，食餐好飯、瞓覺好覺、做次好愛都唔容易，都做唔到，屌、咁你今次教人住劏房仲大鑊喎，屌你係咩真係做唔到咧嚇？阿Doctor，你今次教人食飯，下次咪教人做愛？哇！嗰、那個辛苦啦，真係嗰個開班要收錢，收好貴。哇！梗係啦，你起唔到快，起翻快咪貴啊！咁肯定好多人參加。嗱，咁啊，第一篇咧就係阿 Peter O 嘅啊，咁啊，多謝博士開示教導我哋點樣用乜嘢心態去面對慾婚、面對殺業，唔逃避當下嘅困難，轉化困難為機會。如祝福文第二段，凡夫要依靠外力才可以生存，我们要谦虚地真诚地协助其他生命，故在家居时不能完全避免杀生，以求延续自己生命。进食时心念怎样为逝去的生命祝福，祝福也都有三个层次，如果少一点善心，私心多点，也懒得为食物祝福。第二段就是穿通的，应该是、平日面对杀生开分时会感到无奈，但只能随之任之。金德博士开示修资粮道入门，知道进食时应心怀感恩，心存善念，为帮自己治疗饥饿的生命祝福，一念间转恶为善，从口腹之欲入手提升生命層次。感謝博士教導應對俗世矛盾的行門，願信受之者依法奉行。第三段和第四段呢都是同一個人的，我就一起讀，就是用粗意的。
就講民以食為天，平時所講的識飲識食，響任何媒體又教你煮又教你嘆，喺中國人眼中，郭博士所教嘅呢個概念絕對係瘋狂。但企響呢面岸望嗰面岸嘅人，識飲識食識嘆，係咪就係真如佢哋見到嘅風光如畫咁值得留戀呢？感謝郭博士教導飲食應有的態度和知識啊！願更多人懂得珍惜所享用的食物，亦與食物本身分享一段食的緣分。咁第五段咧就係大樹人啦，啊，作者係食色性也，性即食也。在現今科技先進，咁多資訊傳媒講到又講又咁，原來大多數都係錯嘅，又令人離正路走得更遠。幸好有報讀時空識班，先至有資格知道作為一個人嘅根本點樣知道做一個人。原來做一個普通人咧有好多學問，唔講都唔知。感謝各大師開示及教導，讓我有機有做一個普通人嘅機會。做普通容唔容易噶？你可以無憂無患做公卿啊！蘇東坡講過噶，但願但願生而愚且老，無災無難做公卿。風高浪大啊！真係做廣告，蠢啲好，退一步。真係做官仔啊！你睇下黃坤就知啦，啱啱有賣，係啊，東方明珠喺台灣走咗佬啊！賣報紙話佢走咗佬啊！咩樹咧？自己綁自己。自保。呢兩日嘅報紙賣得好熱啦。嗯。但好似幾個月前我講過嘅喎，記得話佢走咗去台灣咧，一定會出事喎。在幾個月前我在節目講過黃坤，他的大陸仔游水下來揸個鑊鏟撩下撩下撩了上去，不懂又不懂謙虛又不懂珍惜，是吧？很多前因後果的，他自己做過什麼事他自己心水清。但我跟他坐埋過兩三次是朋友的，我去到現場知道他在這裡，但我不嬲我看他不起的。屌你老母，你聽聽過做過啲咩好事未啊？冇人做過好事噶嘛。同埋佢冇道義啊嘛，因為大陸仔啊。喺香港嘅人，如果出嚟做炒家仔啊，搭俾個彭允老襯咧，唔揾自己人。香港撈仔有呢個守則嘅，但大陸仔冇嘅，佢唔撚熟咧唔撚食，真嘅，因為佢冇幫會嗰個規限啊，冇咗嗰個幫會文化嘅道德啊，即係你一篇唔可以再篇，你撈篇滿，你唔可以再篇，你唔可以黑食黑，唔可以過橋燒板啊，但我大陸仔冇啊嘛。只是有眼前利益，變成他是亂撚誤教的，這些人那就出事了。如果我所批沒錯的話，在台灣如果他出這些事很容易，就是真的你要去某道空間才找到他都不出奇。或者同兩位會面了都未定，我冇撚咗手尾啊嘛，所以美國都係噶，佢嗰啲打劫犯咧一定開槍射你噶嘛，佢俾你認到佢個樣嘛，你明唔明我意思啊？所以科技越發達咧，越發達嘅地方咧，你呢啲咁嘅犯罪分子咧，佢哋所以而家就算你話買兇傷人咧，係貴過買兇殺人喎。在外國的行情都是，譬如你真的泰國，你喂，我俾一皮嘢美金，你同我懟冧條友，咁啊搞掂，爭撚住做添，五千都得。你我俾皮美金，你同我打撚跛只腳咧，未撚必有人做喎。佢有手尾啊嘛。好而家你大羅大鼓報撚埋出嚟添，
係嘛？所以危險㗎，我哋都講緊咗。喂，我哋走台灣咧，你真係大禮我。我哋知㗎嘛，佢哋外邊人唔知㗎嘛，嗰啲國際嘅分佈情況。佢可以喺台灣做跳板，就跟住要再第二啲地方，跟住又走去改做 DMA， 屌你啊咩染頭髮咁，你又好啲，屌你啦咩，係咪啊？後生曬，係扮雜種仔翻嚟，屌你打撚跛只腳，短撚翻幾寸，唔係高幾寸佢要，咁咧就可以，因為佢做得衰嘢多啊嘛，賴屎賴尿咁呢啲人，真㗎，屌我還點都唔見多錢啦，我咪使多筆錢咯，啱唔啱啊？有啲咁嘅人咁嘅世界，一你講嘢老土啊，出事㗎啦。第二個問題，嗱咁樣點樣去觀看呢個小勞多得嘅相先至會有效果啊？唔使刻意嘅，總之你最但最重要都係嗰個腹部嘅問題。嗯，即係話你嘅錢箱咧要擺嘅，最緊要叫屋企人幫手擺錢落個錢箱，拎去東華三院，一蚊都好，一毫子都好，你要用少少方法令到屋企人都擺。如果唔係咧，你自己一個因佢收福氣咧，你屋企人冇福咧，佢都扯住你啊嘛。因為你富貴，佢享你福噶嘛，有個連鎖性噶嘛。啊，跟住你念念專注睇住個像嗰時，你諗住啊，小羅多得，咁我日日都祝福啲人，希望買咗我嘅藝術畫嘅人咧，我祝福過簽咗嗰個小羅多得喺度嘅。好啦，如果佢念念小羅多德咧，變咗你做生意做事嗰陣時咧，你一接到一個執咧，你會諗嘅。啊，我工序唔會有十個，你會多咗一層思想嘅。啊，有咩辦法可以盡量減少啲工序咧？平時你冇嘛，啊，以前過得咁做咧，咪照常去咯。但你有咗呢個觀念咧，你會再研究咯。我點樣可以減少啲工序而有呢個效果咧？你會專心咗諗呢樣嘢。咁你日積月累，成日去做工作咧，諗到呢樣嘢咧，你慢慢就多咗時間出嚟啦嘛，個空間多咗，你咪舒服咯。俾你送譬如你話送啲文件俾人，有五封嘢送嘅，有五份文件送俾人。你平時咧就求兩期有五份嘢照去，去完呢個嗰個，你就冇去諗一諗，咦？邊個地區去完邊度最近，去到邊度去最近，坐咩車最快，可以縮短時間。你多一層諗諗啫喎，咁你行嘅路線唔同啊嘛，係咪啊？咁你咪著數咗啊！即係話你有嗰個觀念咧就得噶啦，啊！你有嗰個觀念就得噶，同埋你一望住嗰個藝術畫咧，那個藝術畫咧佢冇意思嘅，但佢隱藏咗個地水火風喺度，咁啊會燒咗你其他啲雜念出嚟嘅。你定神嗰陣時，咁你嗰個心水清嘅話咧，佢就有靈感俾你。幫你揀一啲點樣做工作彈出嚟俾你，係一個好高深嘅心靈科學嚟嘅，屬於心靈科學嗰部分。因為我係讀心理諮詢師嘛，我有個專業資格，再加上我佛學嗰個心意識嘅學問咧，加埋研究出嚟嘅。你睇嗰個當唐卡去睇，佢有加持嚟喺度。慢慢慢咧，你發覺咧，咦，原來真係會慳到時間。做少咗啲工序，特別做嗰啲公司嘅管理人員添啊，你會慳咗時間。第二個問題，嗱，阿杜嚇，有網友就話見到你對聽取想攞治病意見嘅人咧唔俾指示喎，點解？六筆體噶嘛，扁著留低嘅。六筆體邊六啊？六筆體嘅，自己上網 search 咯。有六種情況之下咧，唔可以幫人睇症。search 到嘅，叻唔切嘅唔睇，懷疑我嘅唔睇，係嘛？佢唔信你嘅唔睇，有啲咪自己嚟敲門噶嘛？屋企人帶佢嚟，嚟撚到秒嘴秒舌，屌乜樣衰咁，你咪掃緊佢走咯。有啲誒見到你咧，佢自己誒講幾種藥名出嚟啊，執一執啊，執佢叻撚過你咁滯噶嘛？咁你。即係話你講佢都唔肯去照做嘅，你又唔睇，六筆體嘅係扁著留低，但我係多一種添啦，我七筆體嘅，心情唔肯好唔睇啊！第二個問題唔係冇錢，我以為你話冇錢唔睇添。
我肺炎俾意見你啊！屌關我咩事？你病啫嘛，唔係我病係嘛？嗯。點解要醫你啊？屌你啊！醫翻曬藥費嗰啲人。嗱，有網友就話啦，聽咗你講，喺節目度講之後咧，先至知道黃子華做 show 嘅息食堂原來係偽善堂喎。係啊，有人整個報告啊，即係有個喺深水埗住嘅，就攞咗啲傷殘津貼嘅，都唔夠用，就個營養唔夠，咁咧就希望上佢哋個食堂度咧。可唔可以？佢話免費啊嘛，咁啊屌你，好撚多機關，好撚多流難嘅。嚇、啊！餓死咗未天黑啦嘛！有人反映翻嚟話俾我聽。等到你個飯盒。我叫咗佢哋寫翻上去俾黃子華嗰啲 Facebook 嘅，應該等佢哋知道。啊！呢、這個事實嚟嘅，有人證有物證。第二個問題。嗯，嗱咁啊，有網友就話。因為我好小心嘅做嘢，我唔會話空口講白話咧去砌人山豬肉。因為佢話：咦，因為有個人咧就喺深水埗嗰啲，我叫阿陳小姐，你帶佢嗰度啦，有個食堂免費嘅，等佢多啲營養啦，即係又壓貨唔起係咪先？咁佢喺深水埗區咪咁咪，佢真係一腔熱情帶佢。佢撚到咧就屌咁樣搞到頭暈眼花，屌乜都唔撚靚，就係咁撚簡單啫。第二個問題。一個飯盒。係啊。仲要流難你嘥氣，知啦。嗱咁啊。有網友就話啦，佢讀完呢美國州大學翻嚟咧，就年紀都揾唔到工，點算？因為佢仔喺美國讀書係 hea 噶嘛，你咪長春藤學校啊，大佬，你入唔撚到啊，麻省理工啊，士丹福啊，耶魯啊，哈佛啊，你去哈到啊？咁你去嗰啲無厘頭大學咪走去 hea 咯 ，hea 撚完咪係咁撚樣先咯，真係咁先噶。咁佢又唔撚記得個紐約州長講撚過喎。咩嘢？佢就係學做水電工好撚過啦。水電工啊，人工高撚過哈佛出嚟嘅，知唔知啊？哦。你哋都懵撚閉閉。水電工啊，即係話你真係做嗰啲裝修工程好撚過，穩陣啊，僆仔。而家你咁後生，係嘛？走去嗰、那個。建造業訓練培訓局，我翻技資場啊，判頭有得做添啊，好吃香咁啊！而家係咁以嗰啲工都1000多百啦，係啊，而家大工千幾咯，啱唔啱啊？嗯，有啲2000添啊，屌你都幾撚貴啊！第二個問題，嗱咁啊，有網友就問啦，呢、這個法界體性力若存在宇宙，點解唔可以隨意用到咧？隨意用到，因為你隨唔到意啊嘛，你唔知點樣隨啊嘛。咩煮餐飯啊？你都係要教你啦，整鮑魚都。佢係擺喺度啊，太陽能擺喺度，你用到咩？但而家佢自己用到，佢唔知噶嘛。你個大腦神經，你個腦電波，你行路食飯。啊！全部係整個小宇宙操作㗎，所以你如果我哋內證到成個身體咧，嗰、那個分布啊，同埋個運作操作咧，你就即刻睇到個宇宙嘅操作㗎。但你日用而不自知嘅，呢、這個係生命嘅阻隔。佢即係個網友話咧，如果你擺喺度用唔到嘅，即係冇用。點冇用啊？你用緊啊？你唔知啫，唔係冇用，係你唔知啫。你唔知啫，唔關人事，啊，唔係冇用，係用緊嘅，日日都有人用緊。你唔知人哋佢點運作嘛？或者你嗰個障礙你用唔到咧？啲魚喺個海底度又用緊啦，佢唔撚使透氣都得嘅，佢係唔使我哋咁樣透氣，咪又用緊咯。嗰種力啱啱啊？係你冇用啫嘛，人哋個個生命用緊㗎。佢分布唔同每個角落噶嘛，就算我哋個人體，心安脾肺腎、大細大小腦神經、肌肉神經，每一個震波都唔同噶嘛，唔係同一個震出波噶嘛，係你唔知嘅，你唔知唔代表你冇用緊，啊，又冇人話俾你知，你自己又唔使去求知，咁啊你嘅事，唔係個宇宙嘅事，第二個問題。嗯問題啊，問曬啦，已經咁啊，後面問咗啦。哦，後邊問咗啦。已經問咗啦。咪講幾耐？乜嘢？八嚇？八十分鐘。咁、哦、有冇嘢補充咧？
有啊，有少少補充嘅，好好笑嘅。有咩好好笑啊？笑咪有咩笑話？係啊。嗯。有人講咧，就係話嗰個天要下雨，成哥要走人。哦。咁啊，有篇文章咧寫得幾好嘅，即係話你睇到共產黨咧嗰啲咁嘅死人黨棍啊！嗰啲左毒啊，到而家未清啊左毒啦，天要下雨，成個要走人。唔係我講嘛，我講啊唔好啦嚇，寫曬出嚟。咁啊變咗咧，佢呢啲咁嘅共產黨幹部咧，就驚我黨唔撚死啊嘛。你又話搞國際城市，又搞國際大都會，又話同國際接軌，咁你整炸呢咁嘅咁撚低水平嘅幹部，亂撚咁寫，亂撚咁噏，喺新華社啲網站度亂撚咁講，話。唔好俾阿李嘉誠走啊！咁屌你啦！咁呢啲咁嘅邊係撲街嚟㗎？你講你嗰抄咗佢家，你估你嗰、那個你估你嗰個街邊街邊賭檔咩？贏咗錢三門撚走得咩？屌你咩撲街嚟㗎嘛！嗱，你個內容係咁講嘅，主題咧標題就話天要下雨，成哥要走人，個龍係點嘅咧？當年林彪出走，周恩來請示毛澤東係咪要打只飛機落嚟？毛澤東就話啦：天要下雨，糧要嫁人，由他去吧。表面上咧非常大方，始終打撚咗啦，好似打咗咯。今日成哥要走人，即係講李嘉誠。咁咧，強國忘記咗主席嘅教訓，哭哭啼啼，拉拉扯扯。啊！搞到咧，好似情侶嗌交分手嘅反應。成哥要同大陸市場分手，大陸市場咧就好傷心，怒火中燒，大叫一句：必讓李嘉誠跑了！即係等於啲八婆衰佬唔准走。文章咧就認為成哥嘅發達，簡單嚟講就係要感謝黨同埋國家嘅特權照顧。呢度咧冇成哥任何功勞，榮耀咧盡歸於黨。就好似嗰啲有錢阿太認為男人今日咧可以風生水起，就全係靠佢自己俾本錢包養呢條僆仔嘅啫。而家咧竟然間食碗底反碗面，國家唔妥咧就撤資，啊老娘殘花敗水咧就分手，我跟你咧咩玩咩了。愛的反面就是恨，昔日的如意郎君今天變成了賤男人，成哥呢又由愛國商人突然間變成一介小商人。最好笑的就是如果真的認為他是小商人的話，那你就沒必要為他離開大動江火啊。就以情侶分手為了治療情傷安慰自己抹黑對方，好厲害嗎？呢啲男人成條街都係啦，我先至唔稀罕嗱呢啲八婆文化。不過當呢段文章咧就提到啦，有權力嘅利劍踏平香港個個山頭，可謂易如反掌。威脅咧就可以隨時消滅成哥同埋其他富豪喎、啊，啊！但因為講過咗龍咧，就嚇驚咗人。等於分手還分手喎，你話潑婦罵街咁話，我一隻手指都我捉死你，咁啊邊個仲敢同你追你送死啊？為咗照顧形象，大陸咧開始扮瀟灑、扮大方啦，又整咗篇文章出嚟，與其挽留，不如目送，將國家建設咧建設得更好，讓今日離開嘅成為佢明天嘅遺憾。咁啊，呢啲怨婦咧就～睡醒了啦，知道咧黐纏冇用，不如咧就活得比你好，明白咧佢自己要振作啊！霍英東係大陸認可嘅愛國商人，但係呢位愛國商人喺佢生前開發南沙，佢自己都自爆俾地方官員敲詐勒索、盤剝刁難，玩到殘咁啊！霍英東俾佢哋愛國啊！值幾多錢啊？嗱，共產黨啲幹部咧，你真係最好唔好撚出聲，涉及對外嘅行為是非曲直咧，你唔好出聲。
佢一開聲就死嘅。用佢哋共產黨員嗰個教育思維咧，去睇個世界，一開聲就死嘅。佢唔知道你嗰套嘢落後嚟咗五十年噶嘛？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咪啱用咯。你喺度搞緊緊鬥爭，跟時你打開門口做生意啊嘛，嚟咁高興，公平交易，人哋翻嚟做生意納税噶，大佬唔撚使搏啊，包賺錢啊，幾撚多人蝕喺度撲街啊，翻大陸投資。是不是大馬啦，啱唔啱先？死到一街都係。屌你啦！乜你啲咁嘅聲人黨棍？屌你啦！冇中央宣傳部真係你唔知邊撚個搞嘅？屌你係咪？食完元宝蜡烛香就一抌人两脚。屌你！個劉雲山搞一輪，搞撚到屌你乜冇撚培訓咁樣啲幹部，即係冇撚做撚到思想工作喎，同啲幹部好撚慘喎，真係好撚慘嘅。佢哋冇下下咧就將你上綱上線。當好似政治鬥爭咁樣嚟搞喎，咁你國家咪永無寧日咯，神憎鬼厭咯。個人投資嗰時前居後宮，係咪啊？扮鬼扮馬，屌你咁樣，人哋洗濕過頭啦，就左閹右閹，揾鳩人笨柒，係咪啊？作威作福，屌你咁樣啲唔係社會嚟噶嘛？真係噶，你共產黨你再搞啊，好撚丟中國人架嘅。我哋引以為恥噶，即係如果我國家。有一個咁樣嘅政黨嘅水平去管治嘅話，去領導，我哋引以為恥嘅，好嘛？今日差唔多啦，下個星期繼續。